标准为婚姻规范。所以年轻人只要能做到其中的一条，终身不改，夫妇同患难同安乐，则孝亲睦族，利益子孙后代，相公不旁捐。今以自由恋爱为标准，两人愿意变成夫妇，如此则被尊亲灭礼义，必然会出现财尽则婚离，色衰而变心。开始若自由结合，那么最终必自由离散，致使名节扫地，周乡不耻。年轻人以自由为终身幸福，我恐怕这种不正当的自由会侵害男女青年终身的真正幸福。大部分自由恋爱的人都是变家公展示则的人，所以说凡是道德醇厚行为端正的男子或是淑静的女子，绝不忍心搞自由恋爱。